现在深呼吸。保险。黄先生，现在深呼吸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Crazy Man。我们今天呢也是找来一个厉害的，好不好？跟上一集一样，有拍过很多电影，像《神鬼奇航》啊，然后《叉叉大帝》啊，我讲出来好像大家就知道是什么。反正就是一个蛮神圣的生物啦，甚至大家对它是很神秘的。很多人可能这辈子都还没有看过它，或接触过它，因为基本上。在都市也遇不到了，看不太到，对，绝对遇不到。这是一个蛮特别的生物，然后甚至在一些国家，它是算很神圣的圣兽。圣兽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因为我们也没有接触过它，所以我们今天很想跟它接触一下。对，它跟别的生物不太一样，它光武器身上就有三个，一二三，这算一个啦，这要算一个白痴哦、喔，三个啦，它又不可能只有这样，没有，这算。所以螃蟹会有几个地方攻击啊？这不是两个吗？你全是算两个是不是？算两个啊，左下。六钱啊！屁的，你左边一个妹，右边一个妹，是不是叫双飞？啊，那你对不对？合理吧？合理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就不要卖太多关子，我们赶快小伙伴登场，好不好？它最大可以长到20厘米，然后它的。钳子是可以把铅笔夹断的，这个大家网络查都查得到。其他杀伤力是蛮大的。那它身上不光钳子这个武器，它的尾端有带它的毒针。看毒针这里，对它是毒针，它是有毒的。然后这个是有毒的，有毒就算了，还那么好动，干。对它真的蛮过动的。它其实我们这样看，我觉得它真的长得蛮像小龙虾的。真的蛮像小龙虾，黑色小龙虾，给观众看一下。然后它就是很多那种神话类的电影都有出现啦，就是毒蝎、魔蝎大帝啊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可能被咬之后就会变成蝎子人之类的，有可能哦。好烂哦，烂梗。然后我们今天人体实测呢，就要试试看到底被它攻击呢会不会痛？感觉会蛮痛，真的感觉被它针会蛮痛。它那个毒针那个毒包干超大，很像那个痘痘脓包，没有真的。我跟你讲吧，当然不单纯是那种很疯狂或自虐型的 YouTuber， 我们又还是回到了我们的最该原始的知识型 YouTuber。好啦，那想当年呢，我本来也是要报医学院的，好不好？也差一点就录取了。真的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真的啊，我本来是要当医生的。我那时候考试，我只差大概500-600分，我就上医学院了。有考过没考？好啦，那所以你看，我刚才不是特别带你去看医生吗？嗯，对吧？你看你吃药好像蛮贴心的，好像也没有什么好，所以我今天就是特别有没有要来尝试一下我们的以毒攻毒。干啥小啊？以毒攻毒怎样？你不是刚才要打针吗？我不是叫你先不要打。干啊！你还在暗示这个。我今天就特别帮你找一个有针的。好，来打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屁股打针哦。我们来实测到底会不会以毒攻毒，好不好？实测一下屁股打针。来，还你，小伙伴还你。黄先生准备好打针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哦。来，长这样的护士啊！我是医生，今天护士都不在。哦，好，准备好了。那好了，这个医生很不专业。这支针有点过动了，等我一下。这支针感觉很毒哎，医生。好，来了。好，黄先生，现在深呼吸。有一点小小肿起来，你痒哎，镜头看得到吗？中间有一个小伤口，有一点肿，你有没有感冒好了？没有感觉，感觉就是在咳。可能因为它还没有综合掉你感冒的病毒。我觉得经过一点时间让它们融合，然后它就会把那个感冒的病毒给消掉。小朋友，医生的话听听就好了。我跟你讲，你回去照三餐喝水啊，要穿暖一点。你感冒三天后就好了。你这么讲干话，我也相信我的感冒好。医生不是都这样讲吗？最好是，最好是。好了，不然我们经过个10分钟，你再感想一下。好，没问题。感受好不好？我看我还会不会活着。好，那我们先这样。OK， 现在时间是1月20号的星期日晚上9点。经过了刚才一个非常盛大医学界的突破，我们来访问一下，对于你的感冒有什么？太近了啦，远一点。害羞啊、
你看一看就知道感冒好了，就知道我们来医学界的震撼弹呐、啊！我现在屁股真的超麻，不开玩笑。难怪你瘫在这里，坐姿还有点凉。我都觉得没有什么笑，什么以毒攻毒都是屁呀、啊，真的是屁呀、啊，真的是屁干。可是你刚才不是说蛮舒服的？被叮完麻麻是蛮舒服，可是现在一开始有点刺痛，结尾有点像是擦绿油精的感觉，就是有点像你上次长痔疮那个感觉。我没有得过痔疮。好啦，真的不要随便乱以毒攻毒，真的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很辛苦啦，感冒还要拍、嗯、拍影片。对啊，真的蛮辛苦的。那我们最后还是希望大家，好，给你讲好了。好啦，记得就是订阅加分享 Crazy Man 风男，还要打开小铃铛，拜拜。OK， 好了，你要按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来吧。我已经按了。好，来吧。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Crazy Man。再一次。你不要先休息，我们明天再拍、啊。对，先拍。OK 的，再一次。你这样后置不好，也不好剪的、啊，你就先休息啊。不行啊，你上次去拍水池，你后来也感冒，你还都拍完了。没事啊，拍。我想一下，再一次，把它拍完啊。对啊，不能再拖。可是你这状态很差哎。不行啊，我们要周更，不行。我们再做一次到定位，好，最后一次，一次拍完，好，好了吗？哦，快好了，大哥，还就吃药时间过了，先吃药。哦，等到不拍啊？你要不要明天再拍啊？啊，不用啊。哎呦，要。嗯哼。啊，在拍了，对啊。好好，哎，帮我拿一下，我先看一下。谢谢。确定可以。来吧，好来，换开始吧。